아, 유미야. 와, 유미네요, 마, 유미. 유미. 喂? 喂, 醒啊! 大声啲啊喂。喂? 哇, 我正想称起你摇醒你啊。你好嘛你好嘛 ,Yumi, hello, 啊 ,16 岁啊中三啦系咪?系啊。点啊点啊 ,Yumi 想同我哋讲啲咩啊?就系呢咁前我喺。嗱慢慢讲慢慢讲好嘛我知道好乱啊好急啊好辛苦啊慢慢讲。我喺四个月前正式同前男友分咗手啦。嗯你几多岁啊跟住。16岁啦、小嘢啊。总言之啊 ,Yumi, 你喺四个月。我觉得我好 young 咯。好 young, young, young。你唔好讲啲嘢啦喂。你喺四个月之前同你个男朋友正式分咗手啦嗰阵係跑几耐拖呀同佢。即係断断续续九个月囉。嗯嗯嗯咁就正式分啦四个月前即係今年年头。係。跟住呢跟住咁我喺两个月前识咗我而家个男朋友啦。即係我分手嘅时候係我同佢讲分手。即係我已经係。会死咁样。唔係囉即係我已经转晒电话。已經係跟住呢又同佢又同我個 friend 講千叮萬囑叫佢唔好畀我電話佢、但唔知點解就喺個半月前佢又好神奇地搵返我電話有原因嘅一定係呢個 friend 即係將呢個電話賣有浮榮咁賣出去啦跟住呢又搵返我啦跟住呢佢呢就即係佢我唔知點解佢返工呢都可以一日 send 幾十個訊息嚟、你個男朋友返工呀你前度男朋友係呀佢幾多歲28咯，哇，大咁多！你16岁，佢28岁，呢个净系某程度上喺嗱，我唔知刑，我唔知刑事罪上啦，但系喺我哋嗰个道德上呢个罪行嚟咯。即系嗱，大12年唔系一个罪行，但系嗰个12年喺28同16系一个罪行嘅感觉上，系咪先？啦，你30同42咪冇嘢。系咯，28同16嘅真系一个罪行嚟。绝对啦，绝对系。即系反映到你。我唔知佢28，我知佢。反映到你个男朋友。总之即系话玩靓妹嗰啲咧，即系变变地态啦。你个名又 Yumi 又成咁样，梗系好多嘢谂嘅。好嘢，真系 Yumi。一 Yumi 好嘢啦 ，Yumi 同埋好嘢，系咪啊？通常叫 Yumi 会谂啲咩嘅咧？都系靓啊咁嘅咯。咁叫啲咩会丑 ？Yumi 啊 ，Yumi 啊嘛 ，Yumi 啊，好味啊 ，Yumi 啊，哇！有个音字你而家觉得好味噶？系咯，喂，啱啱先 Yumi， 你有冇阴人？你都觉得正啊？系啊，阴人系啊，我叫阴人啊。好听，喂，你有冇同你嗰个28岁嘅男朋友佢发生性关系其实我本身一直都系抗拒，但系有啊，系真系有，最后屘都系有啦。讲嚟做咩啊？当时你够唔够16岁啊？一直都抗拒，阿女。哎呀，咁总之我你够唔够16岁啊？当时同佢发生性行为未啦？咁讲十多月，15岁半咁上下啦，系咪？系，顶个仲咪15岁零9个月？你男朋友唔知嘅咩？知噶嘛？知你未够16岁啊？好鬼大胆嘅你啊！唔系，喂，男朋友直情系有问题。依又系癫，唔系净系癫，即系我净觉得佢系全心做呢件事嘅。嗱，讲真，我相信有啲人咧，28岁出嚟可能追女仔啦，追到一个靓妹仔，18、19岁咁样望落似啊，跟住之后突然间佢 friend 同你讲，喂，其实佢啊16岁都未够咁样，你醒嚟即刻。褪到咩咁㗎啦即刻驚㗎啦嘛。靚嘢嘛明知自己行緊嗰個位㗎嘛。你仲要搞埋嘢你真係離晒譜啊。你又 OK, 有冇安全套嗰啲㗎。唉嗰次呢係我第一次嚟我第一次就見咗俾佢。唔係咁有冇阿波問你有冇用安全措施冇啊但係就係因為咁樣咪分咗手囉。唔明唔明。第一次俾完人跟住就分手。唔系啊，你明唔明啊？我真系唔明，我明啊，因为我冇第一次啦，我唔值得你爱啊。我未试过俾第一次人，哇！你但系你第六七次嗰啲俾过啦，癫得咁紧要，大发 image 嘅好紧要。你讲啦，你讲点解俾完第一次人之后会分手噶？嗰阵时咧，佢生日啊嘛，陪佢啦咁。饮酒咁我醉咗。你仲饮酒？哎呀，喂，你做嘅嘢全部都唔系你个年纪做嘅嘢嚟嘅。你搞咩 Yumi？ 读紧书啊，大哥啊。仲以为你精嘅，有你叫你阿爸你听。有另一个白痴嘅。俾电话你阿爸。你笑咩啊？讲真噶，你公啊。咁啊，你阿爸识唔识你男朋友啊？佢识啊。中唔中意佢噶？使乜碾死佢？唔多中意啊。边有人中意大碌子个女咁细？我老豆梗系唔会。咪咯，咁样去呃我女，一定系觉得呃噶。你大咁多嗱，如果我哋而家咁样三个都觉得佢呃啦，即系你差唔多年纪，我佢就可能即系冇乜嘢，咁但系即系你大咁多，一个男人就系觉得你咪当过瘾咯，我女靓妹啊，
喂白痴啊嘛，觉得佢。Yumi 你 hold 住电话，唔好收线啊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hold 住我哋转头翻嚟一个钟头，即系仲有新闻之后同你倾下。Yumi 咧十六岁 ，form three 嘅啫，之前有个男朋友，同佢分手都半年噶啦，而呢个男朋友系28岁嘅。系。等先，等先，等先。而阿 Yumi 咧系同佢有晒所有关系噶啦，包括埋性关系。瞓过啦已经。咁而当时咧 ，Yumi 系未够16岁。换句说话讲咧，呢一位佢嘅所谓男朋友咧。是犯了刑事罪的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大镬的。即根据回 Yumi 的讲法。超大镬啊。是啦。其实还有一些问题的，我们先谈了这一部分 ,Yumi。即其实你觉得自己是什么先，即你又再去搞这些东西，又再喝酒又成。你觉得你自己是几岁的？什么？你觉得你自己几多岁？16。而你觉得16岁是可以处理到性关系啦，仲要系一个冇安全措施情况底下发生嘅性关系啦，同埋饮酒啦、饮醉酒啦呢个问题，你系处理得到嘅。啊，咁本身我冇谂过要同佢做。我唔理你有冇谂过，你有冇拒绝咧？有啊，拒绝咗。佢系咪夹硬嚟啊？啊？佢系咪夹硬嚟啊？嘛，系咪强迫你啊？半推半就。唔系半推半就，系咪强迫你啊？是半推半走，即是你想的啦，自愿的嘛，都是不是，即是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去审判你的，但的而且确如果在你不情愿的情况底下他而去跟你发生性行为，他不单止犯了与未成年少女发生行为的罪，他还犯了强奸罪。哇，真是你想想，你自己好好想清楚你先答我了。你而家咪咩呀，怕讲出嚟即係会即係会锄到佢咁嗰啲呀。喺而家咁嘅情况底下，只有个情只有你情愿与不情愿嘅啫。你唔好同我咩半推半就之前嗰啲各样咁大两杯嗰啲。唉黐鬼线，而家啲靓妹人唉好惨嘅。阿 Sir 问你嘢呀。Ben Sir 问你嘢呀，因为即係阿 Sir。我点呀，咁情愿囉。咁即係你冇好好地諗過自己啦，你唔好話俾我聽咩，我當時都冇諗住同佢發生，即係頭先你講嗰句說話係廢㗎啦，係咪？你啲咩態度嚟㗎 Yumi？ 啲咩態度啊？唔轉囉，唔轉咩？而你覺得你可以去處理得到因為性行為而產生嘅後果係咪？包括懷孕、性病，即係有機會發生㗎，懷孕、性病，甚至絕症、艾滋病，呢啲係咪你可以處理得到㗎？唔系啊，咁点解你要发生啊？咁佢哀啊嘛，咁你肯噶啦？而家加啲试弹之后，埋一路哀你，你又肯啊？未试过唔知。唔系啊，咁佢可能真系系咯，系啊，喂，问下你啊，系咪试弹有个麻甩佬喺街边嗰度哀你啊？阿Bob哀你啊，咁样啊？嗱，咁啊，咁嗱，峰哥，咁你点啊？咁唔系街边试弹麻甩佬，香港嚟讲，佢系成个王子级人物。街边试弹一个，试弹一个嘅。黑衣，而家系咪街边试睇个黑衣？试睇条虫，系咪试睇条虫走埋嚟？鸡，试睇只鸡走埋嚟。咩？无端端只鸡走咗？咁你话鸡，咁你话鸡啊嘛？即系嗰啲有啄嗰啲？咁梗系啦 ，chicken 啊 ，hen 啊 ，chicken 啊嗰啲啊，系咪有试睇嗰个人啊走埋嚟啊？同你讲啊 ，Yumi， 我哋上床咯，开房咯，嚟啦，唔系噶嘛系嘛？唔系。系咯，即系唉。啲有冇咩挨两挨呢啲？喂，呢啲系几紧要嘅人生第一次喎、啊，你仲要又细个，咁但系又惨啊！冇安全措施添，冇安全措施啊！咁就惨啊！第一次俾埋人哋啦，应该就好矜贵嘅，得到个男朋友咧就听讲啦，就会好锡啦。咁就你又会好紧张嘅男朋友啦。喂喂喂，你有冇听我哋？搵边位？啊，唔，头先收唔到。哦，我即系正常啊，第一次俾咗人哋咧。你就會好緊張啊，又會對個男朋友好啊，又或者呢個男朋友就會好錫你咁樣㗎嘛。但你又得意喎，第一次俾完之後就散係咪？點解會咁嘅？唔係咁我唔想理佢㗎嘛，咁佢。嗱又另外一個話題啦。你講咩啊？喂唔想㗎真係可以拉人封艇啊。真係放晒狗㗎大佬。既然件事發生唔好耐嘅話，你可以告佢強姦㗎，如果你一句話唔想。到底係自愿啊定係唔想啊？因為頭先你又話情願。相隔几分钟你又话唔想边样啊？啲咩公词嚟嘅大佬？咁嗰阵时饮醉咗，饮大咗两杯。咁佢咪迷奸你啊？又唔嗱又另一个罪名嚟噶啦？唔系啊，清楚楚大佬，而家法律嘅嘢一字一眼都要好清楚噶。佢系咪迷奸你？嗯，
迷奸嘅定义系咩啊？喺你唔知情嘅情况底下，佢同你发生个性行为，即系无论系药物啊，或者系酒精啊，咁令到你咧神志不清，跟住之后咧佢又同你发生性行为啊，呢啲咪迷奸咯，女。哦，咁算系啦。系啊嘛，你要唔要报警啊？唔要。点解啊？你愿意俾人迷奸？唔系咁都过去咗啦，咁仲拆翻出嚟？咁就过去啦，唔过去你点会有呢件事发生啫？永远都过去噶。你预知人迷奸你啊？杀人咁样讲系咪？凶手都系过去咗啦，咁啊唔通人哋算啊？唔系点杀啊？拉一个将来会杀人嘅杀人犯。我怀疑咯，感觉到你啊，你会谋杀噶啦。另外一个监狱就系、是、即系呢一班人就系冇怀疑嘅啫，全部都系。我睇你条友个样，估计杀手噶嘛啦，我探你。估计监狱，咁即系拉得人多。几个香港唔够，喂系咪咁啊？阿妹，你试下解释嚟听下，系咪咁样啊？咁唔俾咗，俾咗佢啦，咁仲搞咁多嘢嚟做乜啫？你觉得咁样系搞咁多嘢啊？你唔觉得应该，如果你系俾人迷奸嘅话，争取翻一个公道咩？你唔觉得应该将一个迷奸犯绳之于法咩 ？Yumi 系咪觉得我哋好烦啊？唔系。系咪觉得我哋好烦啊？唔系，而家你唔系讲笑噶，唔好笑啦，唔得。我明白，但系唔系啊。讲真，如果喺个社会上面原来存在住一个28岁嘅迷奸犯，佢专勾一啲咁嘅靓妹，就灌佢饮几杯之后，喺佢迷糊糊嘅时候就搞咗佢嘅话，呢个系一个刑事罪嚟嘅。如果继续俾佢喺社会里面咁样继续落去嘅话，可能有好多受害人噶。可能我哋都受害啊。咪就系咯。我点知啊？边度马骝同我饮酒，佢搞咗我，又怼我饮酒，我唔系好饮得。讲真，咪醉咗咪擒上嚟咁，我点啊？我觉得自己好矜贵噶嘛，好多人投注噶喎。可能佢你男朋友虾虾我又咩咧？我酒胆大，但酒量细。佢虾我酒胆，我有酒胆。我屎妹嚟又难猜。系啦，佢就虾我呢样嘢，咁我俾佢迷咗，咁点啊？咁系咪你系咁怼你啦？咁点算啊？咁怼我，怼我，怼我，跟住我又避，我怼我又避，避唔到啦，佢又俾你怼到啦，醉咗啦。咁点算啊？咁你哋咪报警咯。咁你唔报咧？你都应该咁做系嘛？你即系劝我哋，如果我哋俾你又唔系有搞错。喂，讲真的，原来我哋知道有一个迷奸翻条街度行嚟行去，我哋三个作为良好嘅市民，有足够证据，系应该要举报噶。当玩咁啊！而家你觉得佢讲笑啊？第一次啊，大佬，女仔第一次唔系好矜贵嘅咩？要未啊？你阿妈喺边度啊？我阿妈瞓咗好耐啦。嗌醒佢啊！我如果个女俾人迷奸嘅话，你阿妈真系瞓少几日都冇所谓。唔系呢单话俾你听啊，阿妈。人迷奸嘅，俾人奸咗啊！你睇佢瞓唔瞓得翻啦？醒唔醒啊？你睇下佢，试试啊！醉咗咁万几，猫嘢，冇办法，咁佢咪搞我咯？咁算迷奸阿妈嗬？输咗赢啊，差妹咁。嗱，而家电话里边有几条马佬，叫我报警，你觉得点睇？不如你开佢哋倾下。唔系你阿妈真系啊，即刻唔瞓啊！我谂你以前个男朋友，以前咧散咗啦。以前个男朋友听系咯，系咯。以前个男朋友如果而家听到认得出系你咧，佢都脚软啊谂。哦，咁不如问清楚去报警。喂，你嗰个男仔系做成行噶？寿司咯，整寿司咯。喺边区啊？佢喺荃湾嗰边咯。荃湾嗰边就做寿司师傅嘅，300多间到啦。28岁嘅即系寿司师傅，有冇话即系特征啊？有冇即系用贵姓咩啊？咩？贵姓啊？哦，喂，姓陈咯，唔系你啊，佢啊，姓陈，28岁，寿司师傅，都已经好大啊，个份，因为你讲噶啦，呢个你讲噶啦，暂时都系啦，咁你系问，咁我就听下啊，涉嫌迷奸少女，一个未成年嘅少女，打电话上嚟电台，拒绝拒讲，你喺边度识佢噶 ？friend 搭 friend 咯，哦，你有啲 friend 咁大个噶？啲 friend 真係好大條喎，整件強奸嘅嚟，整件老強嘅嚟。喂，你有啲 friend 咁大個識個28歲嘅馬佬嘅？嚇？嚇？點解啊？咁佢哋出嚟做嘢咪識咯？嗯，即係你啲 friend 又好早出嚟做嘢㗎啦。20歲咯。又係可能又係做嗰間壽司店咁樣嗰啲啊？唔知佢咩情況底下識嘅。佢都係咪嗰間壽司店係？好大型啦、啊，香港好多嘅分店啊，定系连锁嗰啲，细细间自己一间嘅啫。连锁。哦，连锁添啊！哇，越嚟越即系。收集到啦。我哋唔好理边间啦，咁连锁啦。随住我哋老板嚟。冇办法，我好相信做得我哋老板嗰啲系唔会包容一个迷奸犯做佢。关佢间公司事嘅。系啦，呢啲即系害群之马嚟噶呢啲。已经好大。貼士啦，如果就係做同行，好啦，咁我唯有再問啦，多唔多人排隊咧？平時喺門口，
哦，因為嗌到四百，不係喎，日本料理真係壽司嗰啲，未必大部分啦、啊，有啲就真係冇乜嘅，唔係有啲有啲咧就一個星期七日都有人排隊，你真係吹著。唔係佢嗰間會唔會門口直頭有個位置，直頭有個電腦牌喺度顯示四百幾號啊、六百幾號嗰啲啊，會唔會有呢啲？旺到咁緊要？好少去佢嗰間食，我唔係喺佢嗰間度做。你又係做壽司店㗎？我唔係，我唔係我未翻。你讀緊書㗎嘛？其实我哋同你讲咁多呢啲咁样，你觉得系废话嘅说话咧？我哋不断喺度希望喺过中嘅过程里边，你意识得到自己而家系犯咗几咁大嘅错误。嗯，我都知道我唔应该俾佢，但系唔系你应该俾佢嘅，系概念嘅问题啊 ，Yumi， 唔好意思，我唔系单一讲紧系咪应该同佢发生性行为呢件事，我亦都唔，我哋三个都唔肯定紧佢系咪属于迷奸。嗯，但系个问题系你成个人嘅概念有问题。作为一个十六岁嘅女仔拍拖 ，OK。去玩 OK， 并不等于同一个28岁的男人一起，亦都并更加不等于你同佢可以发生性行为，更加不应该的就是你出去喝醉酒。这些所有的行为是表示你根本就不自爱。一个女仔可以拍拖可以成可以玩得很开心，但是不可以不自爱，不自爱就等于你掉咗自己出去浮一浮一下这样的。即是等死咯。你一定很快死的，不是真的死那些死，而是你的人生会死。你明白我们讲什么 ,Yumi?真係㗎，即係你而家你將會話俾我哋聽就係、是、哦，你有條新仔啦，拍兩個月拖㗎，咁你個新仔幾多歲啊？24。嗱，你而家揾親都唔知點解佢俾咗20幾歲翻嚟嘅。咁呢一個喺依個零月入面有冇咩啊？冇，我就係到而家未俾佢。佢係咁要你俾佢啊？唔係，佢冇嗌你，係咁要喎。佢冇嗌你咩？佢有提過一兩次，但就咁輕輕帶過又冇。即係又唔係嗌得好勁咯啲。但他又沒有問過我是不是處，但他見我他真的會認為我這樣的，我你的說話很嘔啊，他沒有問你是不是處呢，我就想兜巴冚你，即是我不是什麼，我絕對啊，我只是跟你說我只是我市井之徒來的，我一定不是什麼高的人，但是你那些什麼我是不是處，不是你對，我是其實我很高啊，絕對咯，但是你這樣的說話呢，即是我想任何一個比較大一點的人聽到呢，低 B 是真的想冚你的，低 B 就是拿這件事來說，說到好像呢，即是冇食饭啊，擦牙洗面咁样啫嘛，系咯，好闲事啊！点会出依一啲十六岁嘅女仔口中嘅中三啊？你中三啊？你中三嘅呀？太夸张啦！都一个28岁嘅女人，如果咁样讲，我喺度听到、啊牛仔啊，又唔未俾佢住啊，哎呀，又搞嘢啊，闹我，喂，我都觉得好呕啊！如果廿几岁一个女仔、嗯，其实女仔嗰个呢、這个系一 个行为矜持。已经是有问题了、嗯、你仲要咁细个。好恐怖啊，你是不会找到一个正正经经，即是如果你这样继续这样看到，你不会找到一个正正经想找一个好的女朋友的男仔的。你被人笑死了你。吓亲人啊。即是吓亲人。你知不知道的，太恐怖，我明白为什么那些人呢说、哎、不要生小朋友，生小朋友都是即是怕他学坏。不是激死自己。真的激死自己。这样真的，不要说小朋友，你幻想一下自己的兄弟姐妹是这样，你已经是爆厂了。你真的要打去爸爸妈妈你好吗，或者你爸爸妈要打去爸爸妈妈你好吗，你问下，如果你拍醒他妈妈爸爸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我被人迷奸了，是咯，点先有没有知不知道什么爸爸妈妈你好吗，知不知道迷奸你怎么看，知不知道，喂，知不知道什么爸爸妈妈你好吗，知不知道电台节目嘛，哇醒了啦，有料到啊，你打翻去即晏昼可以讲嘢讲到喊咁样，好感人。系晏昼人做咩？就讲翻呢段说话出嚟，唔系真系噶，你真系听听。系咪真？收。等你 feel 到下爸爸妈妈嘅，系唔使嘅。你喂，你阿爸阿妈又好憎你嘅，系咪应该？吓，我阿爸阿妈好憎我。即系咪关系唔好啊？会唔会好唔锡你咁嗰啲啊？咁我阿妈咧就唔系我本身个阿妈嚟，后母。嗯，咁你亲生妈咪咧？死咗。嗯，咁阿爸咧？喺度咯，咪娶咗依家。即系爸爸对你好唔好啊？我阿爸即系因为可能佢夜晚要翻工，日头我系瞓觉，所以少沟通。但系其实你觉得佢都系锡你嘅。我觉得佢有关心我。有嘅，咁呢个妈咪咧？而家呢个妈咪？即是会不会对你好差，不是好差，就是冷眼旁观咁样咯。即
佢有冇小朋友噶自己？有啊。嗯、有个细佬啊？唔系细妹。细妹。都系你细妹啦，真系。嗯，系咯。系咪啊？同一个血脉嘅，一定系啦。我听你咁样答，似乎你唔系好当佢细妹啫。麻麻地喎，同佢应该系咪？因为可能因为我妈特别锡我细妹，咁梗系咁好难讲嘅，佢自己生啊嘛，依家都系人之常情啦。讲真，跟住咁我老豆惊听我妈讲，冇又为咗一个，费事嗌交，又嗌交。咁所以你谂一谂啊，如果你能够，你都做到一个好好家姐咁样，好照顾细妹，你会依一个后母会唔会都一样系好锡你咧？我觉得会。你要洁身自爱先啦，更加系咪啊？即係我知道明白你呀，其實聽你咁講，你又即係幾慘咁樣嘅感覺。嗯。佢又你又好似好突然間又即係你都唔係唔識諗㗎喎，即係又識得諗啊，係囉，錫細妹多啲呀咁樣。費事呀，因為我嗌交啦咁樣，係囉，啱嘅爸爸咁樣做。你好似好體諒父母喎，好體諒大人咁樣。咁所以你如果你既然都識諗少少嘅，就再諗多啲啦。即係我唔係冇諗過報警囉，但即系我啱啱哦，即系你有谂过，因为你同之前廿八岁嗰个发生性行为，你要报警嘅，就谂报啦，唔好唔嘥时间。但系啱啱上一年，我先即系同屋企人啲关系搞得好僵。咁嗱，呢个并唔系咩嚟噶？如果你系切实地俾人迷奸嘅话咧，你屋企人唔单止唔会因为咁而同你关系搞得差，佢哋更加会保护你。佢识我男朋友，我前男友。代表乜嘢咧？代表佢哋会帮佢，佢哋觉得就算佢迷奸你，都唔应该报警啊？咁你諗錯咗咯喎。咁佢會覺得即係你話迷奸啫，咁係咪迷奸呢？咁喂，咁你自己知㗎嘛。點啫。何況你報得警嘅話，警方會查㗎啦。係呀。你唔使諗埋啲嘢啦。咁啲嘢搞到好似又同屋企人僵翻。嗱呢一個咁樣嘅諗法呢就錯啊。真係好錯。錯啊。同埋我唔想呢，即係我知道嗱，我哋三個即係剛才聽完你咁講，我亦都會有少少戚戚然，就係啊咁你屋企嘅環境係確然複雜一啲，但係我亦都唔想你去覺得呢個係一個藉口，係啦，覺得喂咁我破碎家庭，我冇人關心之前，你唔好咁諗，我覺得戇居，你數埋香港唔知幾多個破碎家庭，同埋你有機會，如果你而家呢個家庭我又唔開心啦，其實都唔係啊，你都話爸關心你啦，當啦，你覺得呢度唔係十分有癮啦喺呢個家度。咁但你有機會第時自己組織個家㗎嘛，咁但就要靠你中間呢個成長嘅過程，呢十年八年點樣去經營呀，先會搵到一個好嘅男朋友，咁個男朋友變咗個老公咁樣，成件事係好。我前男友呢，咁第一次我有咗，跟住佢有叫我同居。哇你真係好似好多，咪住先，咪住先，你話就係、是、呢次迷奸之後有咗呀？嗯。一次中咗呀？呢、這個人都好賤，迷奸仲要話唔用套啊！佢冇佢搞完你冇，第日都叫做男朋友啊！嗰刻冇話佢有廿八歲，有冇叫你食下藥啊、試後嗰啲咧？佢同我講就話有用套，但係就、啊、即係我都直到我因為佢唔知，咁即係講大話啦。嘅時候，我先知佢冇用。好賤咯、啊！咁話即係真係賤。跟住我同佢講話，我有咗，跟住佢叫我同佢結婚，同佢同居。嚇、啊！跟住咧？咁我梗系唔制啊！我冇理由个人生喺十六岁、十五岁完咗嘛。但佢又几识谂噶，有啲嘢啦。唔系，但虽然我系就咁听落，吹水多过咩？即系其实我已经尽量揞住啲粗口啦。夸张越嚟越夸，真系夸到紧要。你觉得佢系咪认真啊？即系结婚啊、成啊嗰啲。佢冇叫我结婚，但系叫我同居咯。佢话叫我搣成咯。叫你咩 ？missing 喎，咩 missing？ 叫我离家出走咯。missing 啊，咁 missing 系咩 term？ 社工 term 嚟噶？啊？失踪啊 ，missing 即系失踪啊，好似系，好似系，真系噶？报失踪啊嘛，系。即系你离家出走啦，咁屋企又报失踪啦 ，missing 啦 ，missing girl 咯。即系可能喺业界嚟讲，业界嚟讲，咁你业界嚟讲迷奸叫咩啊？咩情啊？情咯。咩情啊？迷咯，迷。我知 sleep 咩情噶嘛？唔知啊。sleeping 啦，嗱，醉酒驾驶 ，drunk driving， 嗯，醉酒 drinking， 醉酒反成为 drunk joking， 搞下笑嘅啫，食班嘢 ，joking 啦 ，laughing， 扭打咁啊 ，fighting， 即系 sorry 啊，我哋你觉得我可能我哋讲笑啦，咁我有时都会玩下嘅，但系你呢一段嘅同你嘅对话就绝对唔玩得起啊。我想问下，咁个 B B 最后点啊？
唔係落咗咯。咩？落咗。喺最後點？喺邊度落啊？上深圳嗰啲正規醫院。黐緊，正唔正規都冇分別啦。哇！呢、這個姓陳嘅日本壽司料理，28歲嘅師傅，我嚇心，我想到佢，我想令佢呢一世都整到壽司。洗定我8月15啊！唔使洗米啊！真好離譜啊！真係呢條友，咪直情講大話，你點可能呃咗個15歲嘅？話有用套，跟住原來冇，因為點解知咧？就係、是、因為有咗啦，焗住影啦。佢係咪後屘你問佢咁點解你有用套都會有咗？係咪佢先話俾你聽？其實冇用到啊，係咪啊？唔係，佢本身就話可能穿咗啩，跟住我就唔信啦。咩可能穿咗？你噏乜啊？係咯。跟住你知唔知你噏個咩廢話咁講？跟住佢就話：唉、哎，其實冇，但係我冇諗過咁容易嘛。嘥氣，即係喂，我講得無謂啦。我迷奸，即係有心扇你啊！呢鋪你分手就真係好啱嘅。好啦，我哋而家睇下幾條罪先：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迷奸，非法墮胎，坐幾耐度咧？我唔知啊，唔夠膽講，唔夠膽講，唔識呢啲，你打俾阿陶國新議員，係啦，陶國新應該知道。我哋而家好好啊，我真係好想話俾大家聽，其實我哋三分豬俱樂部某程度上少少法律意見咧，我哋都係會諮詢翻陶國新議員嘅。佢好好，佢每一次都好樂意幫助我哋。唔係，依家諗一諗啦，嗌醒你媽咪，話埋俾爸爸知，你快啲去做依一個嘅報案。原本你抱孫㗎啦，你話，差少少，睇下你抱冚啦，即分開幾日瞓覺嗰陣時候。即先叫同佢講啦，臨瞓前，即唔好吵醒咁衰咁又。跟住你臨走就good night， 爹哋我早唞，聽日要瞓前，其實我一次俾人迷奸咗咧。係啊，冇嘢啦，你仲要耍冇嘢冇，小事。你睇佢點啊？碎料你話，跟住就過兩日又，其實咧你爭少少抱孫噶啦，不過而家唔使啦，唔使緊張，冇咗啦。你要抱你翻心就揾到你抱飽嘅，你自己諗啦好嘛，喂。你真係嗱，報唔報警呢？即係我哋一定係勸你去報警啦，同屋企人商量啦。但係呢啲最後抉擇就係你自己嘅。好嘛 ，Yumi， 你 hold 住電話，咪後同你講多一陣，因為我諗你個故事應該仲未完。hold 住，好嘛。